义大医疗深耕澎湖离岛，十几年来从未间断举办巡回义诊活动。今年规划12场义诊，首场由义大医疗主任委员、义大医院院长杜元坤领军，总计3天43名医护人员义诊，484人次。义大医疗团队今年首场澎湖离岛巡回义诊活动，从4月26日至28日，分别在马公市西屿乡外安村、白沙乡吉贝村和澎湖最南端的七美乡登场。骨科有院长杜元坤，内科有执行副院长林俊农，外科医师吴佑颖，泌尿科有外科部长林宏玉等10个专科咨询，并有血压、血糖测量、骨质密度检测及腹部甲状腺、乳房超音波检查与癌症筛检等服务。除医疗服务，同时也提供用药、预防保健团体卫教及器官捐赠、病人自主权利法宣导等服务。健保署高频业务组长林淑华和澎湖卫生局医政科长林秀荣也同行至2、3级离岛巡回医疗，实地视察澎湖医疗现况。去年杜元坤至七美乡义诊，带领团队居家访视，意外发现独居在废弃仓库的叶姓病患，双眼已经失明，脊椎因跌倒造成压迫性骨折，因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佳，没有家属，行动不便，无法至医院进一步检查。当时杜元坤指派义大医疗人员与澎湖卫生局、社会局一同合作，由义大医疗专人带领叶先生跨海至义大进行相关检查、治疗，并由院方协助相关医疗费用。义大医疗表示，今年5月、7月和9月将在丰富万安乡将军屿、花屿、白沙乡赤坎、湖西乡、鸟屿等地义诊，义诊团队将在今年达成所有澎湖2、3级离岛地区义诊服务，成为澎湖离岛居民健康的靠山。记者王海荣报道。